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上仙进去喽，好吃吗？啊，你现在吃的这个是蟹膏酱，店家自己调配的。孝顺的爸爸，可爱的奶奶，无聊的点心，龙虾手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奶奶没有骗人，好吃。上菜了。看起来很可口，你要不要跟姐姐一起吃小鲍鱼？奶奶还要看镜头微笑。奶奶，你带便当了哎、欸？他还有这个、哦，很好吃。看家人吃饭都觉得很好吃哦。哇，还在冒烟。从小到大，我超爱吃虾子的，可是超懒得剥虾子的。我觉得剥完虾子指头的这个地方啊，都会觉得刺刺的。但奶奶就很疼我们，每次有虾子看到，她就会说帮我们剥虾子。从小就是奶奶帮你们剥虾，这样就不干净了。哇，奶奶剥的虾，超肥，现在还有虾的膏。生日快乐！奶奶，你的牙齿都有墨鱼汁哎！咦咦，奶奶有墨鱼汁，持续进食中。我们吃完了，妈妈急着来挑海鲜。这个只有中间一只骨头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小骨头嘛？对对。奶奶也是料理高手。你要吗？哎呀，这么凶啊！还好我没摸你。我有行政过关的路，我每天早上起床会做一个半小时的运动，我都趴到别人点一下，这个可以抬到枕头底下。奶奶开始讲自己的运动了，拜拜。我们吃完饭了，店家超级亲切的。我们真的不是业配文哦，这间店的东西真的很新鲜。这个餐厅是妈妈挑的，她之前就来过了，今天生日再来吃第二次。就去西斗流血的时候，奶奶在爷爷家里面是大地主，又是书香门第。我们现在的行程呢，就是说今天是我生日，然后呢没有蛋糕，所以呢我们要去寿星自己的家里面拿昨天朋友送我的蛋糕，当作我们今天的生日蛋糕哦。寿星要自己拿蛋糕，美心蛋糕，这是昨天我学姐帮我庆生的时候留下的一个蛋糕，正在烦恼怎么办呢，没想到今天妈妈就没有准备蛋糕哦，只好拿寿星自己的蛋糕。我们中间安插了一个行程，就是寿星想要买威力彩，本期有到20.8亿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买威力彩，我会中奖哦。我现在带着我们的希望去父亲，姐姐把你的希望给大家看，亿万富翁就是我。如果我们成为亿万富翁，我们一定会回馈社会大众吧？会的。谢谢我们的希望。蛋糕，我们今年啊、奶奶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奶奶真是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好，谢谢奶奶。
奶奶，我们今年因为29岁逢九，所以我们今年就不唱生日快乐歌了。但还是谢谢你刚刚帮我唱歌。生日快乐！这感觉好好吃哦。嗯，这是我的，坐到我的位置上。妈妈给我的红包。好，来吃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，这个核桃好吃哎、欸，我也不太吃核桃的。阿比，你有没有祝妈妈生日快乐？没反应，祝大家生日快乐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对我的威力彩了。37，没有。20，有。15，有。26，没有。04，22，22有哎、欸。特别号是11，好了，结束。我没有中，拜。讨厌，这个写错的哦，写错字的胶。我要跟哪个？你跟谁？你跟哪个胶水在一起？还是胶带？